对这些书啊，大家可以到书店带去，真的非常慷慨，送给大家的书。建交七十周年，杜纳什竹生新书发表会活动开始，恭请外交部外交机关。那么这个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各国都尊重一个教廷的叫圣统制。什么叫圣统制呢？就是教宗以罗马主教的身份，教宗以第一位教宗圣伯多禄继母的身份，是普世教会的最高领袖。好，那么世界各地的主教都是由教宗任命的，跟教宗共舞，啊，这叫圣统制。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承认教廷的圣统制，可是呢，只有非常少数的例外，其中就是中共。中共不承认教廷的圣统制，所以中共呢，要用这个爱国会啊去扶持这个天主教。中共片面经过爱国会啊去自选是圣教，不经过教宗的同意，世界各国的教都要经过教宗的同意，所以呢，中国根本不选这个教宗，有自己的民主教自己给他出身。可是矛盾的是什么呢？每次啊，中共要任命一个主教的时候，偷偷的要把这个主教的名单啊送到梵蒂冈去，他就不同的管道送到梵蒂冈去，希望教宗批准。那么教宗一批准之后呢，他就说啊，这个主教是我们利用爱国会利用民主程序所选出来的。那么教廷方面就说，哎，这个主教人选非常好，那我们觉得他能够进到主教的职务。双方这个各长各细，事实上双方已经有磋商。所以中国不承认教廷的圣统制，我们还要继续的做追求教廷对他主教的选择。双方如果对主教任命没有意见，相安无事。如果中共要积极培养一个天主教的领导人的话，不管教廷的反对，他也要任命。我想，中国主教团的主体啊，这个主教团，这个教廷不承认，换句话说，这个主教团许多地下教会的主教并没有纳入进去。现在主教团主席马英九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的例子。中共征求教廷同意，教廷不同。片面，然后宣布他的，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啊，那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要解决。那么这个基本问题不怎么解决的话，这个教廷要跟中共要建立外交关系，是一个非常要不得行的事情啊。最近呢，双方关系更恶化。我们知道这个上海啊，就跟这个独立主教叫马大清。这个当时爱国会把这位马大清主教来出身的时候，是事先经过教廷，所以教廷觉得这个是一件事。可是这个马大清啊，这个被任命为独立主教之后，就宣布辞掉爱国会的一切职务。他认为爱国会是大陆上用来统治天主教的一个机构，所以他说我做个主教，我要尽个主教的职责。我不能够在爱国会担任主席，中共马上把他赶进去。在上个月12月，这个爱国会就撤销这个马大主教的主教职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，这个可以撤销经过教宗同意的主教，所以中共不但是非法任命主教，进而撤销一个主教的职，所以角度不清。